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蝶。最近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新零售或是零售革命。那其实最主要呢，这个趋势还有这个策略呢，就是更重视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整个消费的经验，还有消费的流程。那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不论呢你是实体的零售商，或者是网络的电商。那其实对于这个趋势都不可以错过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区，大家会越来越重视整个这个消费的经验。所以呢，那在此呢，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，对于我们 IMP 网络学院呢，就会分享很多的，例如说，搜寻型最佳化呢，或是 APP 商店最佳，最主要呢，就是让你的消费者或你的顾客呢，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消费的经验。现在呢，跟大家来带一下，就是说我们这个IMP 网络学院呢，会有哪些免费的教学可以帮助你就是抓住这个新零售的趋势，然后可以带来更多更好的消费者。好，那现在来看我的电脑荧幕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是我们 IMP 网络学院的官网首页。那从这里大家可以知道，这里非常多的这种免费的教学都可以帮助你。就像我刚刚说，不论你是实体的零售商，或者是网络电商，对于这些重要讯息呢，都是你不容错过的。所以欢迎你呢，到我们这 IMP 网络学院这边，你可以看到我们提供很多免费的教学、免费的影片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你，让你的生意更好，然后带来更好的这些顾客跟消费者。好。那谢谢你这次的时间观赏我们的影片。如果有任何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，那也请跟我们联系。好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